我们来看日落了，好美，水洞，哎呀，老美的月子，日落，自由，大家都集齐啦 ，Magic Hour。在跑呼呼，我们像家人一样在这里生活。现在其实我更加自由轻松了，在跑跑舞，我就做自己，真的很放松。新朋友啊，老朋友啊，都在那儿，有种很舒适的躺在自己家客厅上的那种松弛的一感觉。桃花坞的，它能够把荒诞，我明天一定穿个真空出来，童话，拿龙珠兑换一次巴黎之旅，哎，可以，梦幻，全部结合在一起，我觉得这就是桃花坞的魅力。晚霞好漂亮，哎，对，追到了。他追咱们，我妹妹升华了，不再是那个傻妹妹。这群朋友在一起，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，哇，干了一件没有任何意义，但是会让自己特别舒服的事。我们的人生需要很多这样的瞬间，给我们的生命中增加了一点点快乐，一点点温暖。